第十二题，铜绿又名铜氢，化学式为 CuxOH2CO3。已知铜绿是由铜离子、氢氧根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所组成，则铜绿的化学式中的 X 值应为多少？这个我们也是在想，我们的正负离子的总电量要相同，要成为所谓的电中性。我们知道 OH 是一个负，那么它有两个，所以要乘二，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两个负。我们知道 CO3 呢是两个负。还有一个呢，所以也是两个负，所以我们总共的负离子呢，总共会有四个负。那我们的 Cu 呢是二正，那么它不知道有几个呢，要会等于我们的四个，因为四正要等于四负，所以 N 就会等于二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N 就是二，就是这里的 X 就是二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铜绿的化学式中 X 值应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二。